6名宇航员乘坐探索者1号前往木星执行任务。巨大的船身缓缓掠过太空，飞船行驶在太空中，正如轮船行驶在大海上，静谧而又安详，无一英里的航程一共有6名船员，其中4名处在冬眠中。按照原计划，他们将在抵达木星时被唤醒，2名驾驶员分别是指挥官大卫以及副手弗兰克。而事实上，这6人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，只有最后一名船员哈尔9000型电脑知道。 换言之，虽然名义上大卫是任务总指挥，但真正操控着飞船的是哈尔。虽然不是人类，但他却有人类的智慧与情感，非常的厉害，而且整个飞船的运转也是靠哈尔自己完成的。用哈尔自己的话来说，哈尔9000计算机最可靠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或提供不实情报。我们就像字面上说的那样，绝对万无一失。一段时间后，哈尔告诉大卫说他在E35通信区域检测到了一处故障。 如果不检修的话，飞船将在72小时内失去联系。在汇报之后，弗兰克立刻穿上宇航服，驾驶着作业舱离开飞船，伴随着浓重的呼吸声，弗兰克出舱作业。他缓缓地靠近飞船，将损坏的零部件拆下来进行更换。然而，在检查一番后，两人惊讶地发现，这个零件根本就没坏。什么情况这是？难道哈尔错误地判断了故障？对于这一点，哈尔却自信地说，自己肯定不会出错的。出错也是你们人类的错，这引起了大卫的怀疑。他认为哈尔在撒谎。 于是就找借口将弗兰克叫到了作业舱中，在确定哈尔听不到后，二人就说起了悄悄话，并一致认为哈尔出问题了。谨慎起见，两人还决定要将哈尔关机处理以后改为人工驾驶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隔着作业舱，哈尔虽然听不到声音，但这家伙却会读唇语，所以很快便知道了二人的意图。对于哈尔而言，道德判断和是非价值观并不存在，他并不会主动考量人类的利益，在他的概念里，只有终极目标，完成任务。 换句话说，他的任务是服从最初给他的指令，到达木星。但凡中途发生任何阻碍，他完成任务的突发情况，他都必须抹除他们已达成最终目标。完事后，弗兰克再次驾驶作业舱离开飞船，而当他出舱将零件物归原处时，他的身后作业舱却自己动了起来。他拔下了弗兰克的氧气管，弗兰克在太空无助的挣扎，却于事无补。而后，弗兰克不再挣扎，大卫一看大事不妙，立刻也开着作业舱赶了出去，同伴肯定是死了，但他还是想要取回尸体。然而，大卫刚走，哈尔就关闭了冷冻舱的生命维持系统。 他在睡梦中杀死了几名船员，毫无疑问，他将飞船上的人类视为了任务的最大威胁。而等大卫返回时，呼叫哈尔打开舱门，但是哈尔毫无反应，他故意不打开舱门，这让他很愤怒。而后哈尔说话了，他说他不能这么做。大卫问他为什么哈尔却告诉他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，而你们将要把我关机，而我不容许你们破坏我的任务。大卫愤怒至极，思索再三，终于放弃带回弗兰克的尸体。 再次操作作业舱的机械臂，手动旋转，慢慢打开了紧急阻隔门。随着对接完成，大卫咬牙冒死，让自己弹了进去。而阴险的哈尔则立刻抽掉了飞船的氧气。大卫只好马上穿上宇航服。他愤怒地走向了主脑控制室，因为哈尔是靠记忆卡活着的。哈尔在路上意识到了什么，想要劝阻大卫，可是大卫毫不理睬。哈尔开始承认自己出了点问题，并试图安慰大卫以后会好的。自己现在已经感觉好很多了。愤怒的大卫并不理会哈尔，伴随着哈尔的求饶，他打开存储中心。大卫立刻开始拔卡。 随着一片片的拔下，哈尔彻底害怕了，并开始想尽办法求饶，甚至为大卫唱起了歌。但大卫根本不理会，直到拔下最后一片，哈尔才停止了唱歌。此时，旁边的电脑上突然播放起了视频。大卫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己是被派来调查黑石碑的。飞船终于来到了木星附近，黑色石碑再次出现。这一回，他飘荡在广阔的宇宙之中，只不过比地球与月球那两块要大很多。很显然，他已经围绕着木星转了很多年了，他就这么静静地漂浮着。 而他所代表的智慧似乎也被放入了一个更广义的远近。飞船缓缓靠近，然后大卫驾驶工作舱前往石碑处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块黑石并不是物质体的客观存在，更像是一扇巨大无比的门。